贼行为被民众质疑，好大的官威。民进党立委刘世芳的特助骑机车行经正在施工的轻轨路段，疑似是没有注意到一交指挥，违规红灯右转，结果遭到了女警拦下开单。没想到事后他控诉女警态度不佳，不仅要求要写检讨报告，今天一大早更是连同三个单位到场会勘，针对道路施工乱象做出五点结论，而其中一项就是请警局加强执勤远警的态度。道路施工路段被占据，东南西北显得有点混乱，不过交通号志正常运作，没想到骑士却直接闯红灯右转。你还没有看到事情，凭什么开红灯？我眼睛有看见你确实闯红灯了，喊冤自己没违规，越说越气，最后干脆直接表明身份，原来他是民进党立委刘世芳的特助，红灯右转遭警察拦下开单，一度和女警起口角，口气态度非常不好的说你闯红灯，民众是打来客诉说他执勤态度不佳，也是因为在交通上爆出争议，特助出面喊冤，认为当时女警态度不佳，事发就在这个月二十号这个路口，最后他说他是助理啊，应该不可能没有看到红绿灯呢，当时大家的车子都有停下来，只有他没有停啊。但当天也在场的一交反控是这名特助不理会现场指挥交通，行经正在施工的轻轨路段，硬是红灯右转才会被开罚。你不遵守的话，应该开罚。说实在，我们犯错，原警是用这种重伤警戒形象的态度在应对一般老百姓。女特助坦承违规，并愿意上缴罚单，却不满女警执勤态度，一状告上分局，要求女警写检讨报告。事后会勘现场结论也特别标出，请警局加强执勤远警态度，也引发抨击。远警皆如实回答，确认红灯右转，勤务过程中口气平和。警方力挺执勤女警，评估过后执勤并无不妥，交通混乱造成不便，势必得改善。但和违规开罚似乎是两回事，看在一般。在民众眼里，恐怕颇有官威意味。记者陈柏主、王寿成告诉报道。